特別食客，好多啲名廚啦喺度宵夜啦，好平均咯，即係唔會話今日好啲，聽日差啲。反璞歸真，收工都係想食啲簡單實在。阿爸交落，做肉食唔會賺得到大錢嘅，我哋新一代嘅就唔覺得係咁。現代化器材，傳統嘅技巧。法國國際美食協會呈獻，一人一個美味故事。星期一晚9:00，開 TV 77台。